天梦啊，这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啊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。你们团结协作，迎难克坚，这体现了一流的过硬的素质。在航天事业发展的征程上勇攀高峰，不断前行，为建设航天强国、世界科技强国建功立业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太空探索永无止境，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、航天工作者为实现探月工程总目标乘胜前进，为推动世界航天事业发展继续努力，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、中国方案、中国力量。建设空间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这将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做出开拓性贡献。你们呢，是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无数奋斗者、攀登者的代表，希望你们密切配合，圆满地完成后续的任务。希望同志们大力发扬两弹一星精神、载人航天精神，我们还是坚持面向世界航天发展前沿，面向国家航天的重大的战略需求，强化使命担当，勇于创新突破，全面提升现代化航天发射能力，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，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，载人航天、探月探火、深海深地探测、超级计算机、卫星导航、量子信息、核电技术、大飞机制造、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，进入创新型国家航天。